基本上就是请各位开启那个就是151的截取光谱中自串这一个 Google 试算表哈，然后呢把这个 GAS 的程式转换出来，也就是本来是 VBA 的哈，所以啊这个相关的说明呢，我是放在那个云端上面哈，所以你要找的话啦，云端我们云端上面有个 GAS 范例哈，第一个单元这边我是把它放在这里了哈，所以你打开之后。那今天讲的内容基本上都有一二三个按钮，有没有？啊，这个是 VBA 的按钮哦。然后呢，主要是把这个 sub 转换成这个 GS 哦。那我是建议啦，各位如果最好转换之后哦，假设还有时间的话，可以再稍微比对一下，到底哪些地方不一样。也就是说，如果哈、哦，假设你可以知道哪边不一样，将来哦，你甚至不用 ChatGPT。也可以把它写出来，有没有？也就是说哈，如果假设这个东西，这个范例哦，如果想要改变哦，比如说我希望各位哈，待会如果有时间的话，做完这个范例之后哦，再去开启另外一个范例，叫做文字与资料函。这个我想我们那个大一上课的时候用蛮多啊，这个地方有一个是综合练习嘛哈，那之前是用综合练习的聚集，有没有串接？好明。不见了哦，我不管哦，反正啊，今天按右键哦，把它复制一个。那之前是用录制聚集嘛，所以我现在把它重新命名，把这个改成什么？改成 GAS 好了。好，然后如果假设我希望呢，做出什么结果呢？就是这边一样需要三个按钮哦。那三个按钮的话呢，分别需要用的这个我有把那个需要的 sub 哈、哦、放在这边。我希望呢把三个 sub 哈、哦、转换成三个这个 GAS 哈、哦、的程式的话，那应该怎么做？所以第一个了哈、哦，那你会发现，如果我假设了哈、哦，我不要透过 ChatGPT 了，其实你可以拿刚刚的程式哈、哦、拿来改应该就可以了。有没有发现这个如果要改的话哈、哦，应该只要改哪些地方啊？那、哦、我这边把它贴到这边啊、哦，贴到这边来，那你可以看得出来嘛哈。哦第一个就是 for 回圈，有没有？所以这边其实可以怎么样？当然第一个名称一定要改，我们这边把它改贴过来就可以哈。那第二个话就是范围，这个应该把它改成4到多少呢？应该是103嘛，啊一样的哈。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这一串公式，那这一串公式的话，记得它是单引号开头，单引号结尾，所以如果你要改的话哈。哎，还有哪些地方可能要注意一下？我看好像差蛮多的。那它才其实规则跟那个之前的 VBA 有一点类似，有一点不一样。哪些地方一样呢？哈，哎，就是说中间一样是串一个什么，串一个 I 在里面。可是串的地方不太一样的地方是说，它这里哈、哦，它是用单引号取代双引号，所以比较不会有冲突的问题。所以它不需要把什么两个双引号，有没有把一个双引号变成两个这件事情其实不需要。它怎么解套？它是把原来用双引号哈、哦、改成单引号，所以你会发现头尾都单引号，啊里面双引号就不会影响的哈、哦。所以你可以先把这个公式哈、哦、取代回原来一个单引号，贴过来之后的话呢哈、哦，把里面的 i 有没有改成这样的？那这样的方式的话，记得哦，不是 and 符号哦，而是加号，有没有？把它改成加号，那其他就 OK 了，其他都一样哦。哎，所以试试看哦，拿那个之前的试试改看嘛。啊，清除我想差不多，因为清除的话刚刚有写过嘛，清除的话它基本上就是范围改一下，这个反而简单哈、哦。那再来的话比较难的应该就是那个什么。这个啦，手机这个公式啊，如果你不会也没关系嘛，你就把这个公式贴到那个 ChatGPT 里面，哎，它会帮你产生。好，来画面先还给各位试试看哦。对啊，所以两个范例，好，把这两个范例完成，这样就 OK 了。那再来的话哦，下一次上课我们就要来讲有关于那个期中报告的那个专题了哈。那当然我是希望说这个专题哦，尽量除了说可以学会云端的技术之外，最好如果可以再结合那个我们这个
文学性的文献，这个文学性的相关资料的一个功能的建立的话，那当然会更好哦。所以要怎么样可以把一些这个文学文献的资料哦拿来做应用，这个我想我们下一次再来看好了哦。OK， 那请各位试把那个刚刚两个范例哦，两个范例做出三个按钮，所以每个范例就是三个按钮啊。至于那个程式要怎么写了哦，除了说你可以用改的之外，如果你改不出来没关系，你可以再贴到 ChatGPT 哦，请他帮你转换看看哦。